7月8号，黄晓明与 Baby 的世纪婚礼正式拉开帷幕，而这场充满民族特色的中式婚礼也成功霸屏今天的娱乐圈。8号下午，一组婚礼现场叩首、奉茶、拜天地的照片在网上曝光，黄晓明 Baby 跪拜父母、端茶领红包，看着新人的笑容，屏幕外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。照片里，两位新人被幸福洋溢着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奉茶拜天地时更是充满人情味，而跪在父母面前领到红包后的教主和 Baby 则是从未有过的接地气。黄晓明与 Baby 这场别具一格的中式婚礼获得了无数网友点赞，中式婚礼好棒，好幸福，让人羡慕的一对啊，祝福白头到老。芒果报新闻，黄教主与 Baby 的中式婚礼真是接地气啊。报道。